不是要掩饰的话咱们也可以换一个。我觉得第一个程程也很想掩饰啊，看看个掩饰个别的，看他掩饰跳舞。但我想好了哈，好，那首先 OK 好，依次来，好是吧，弟弟先来，好来，弟弟你看一下题啊，是这样的，就是你希望用什么方式来引起女生的注意，你看到这四个是走在路上突然无实物投篮，第二个是用气泡音说宝贝晚安，第三个是边走路边跳舞，第四个是单手开易拉罐，必须选一个，你不用作答，你直接演出来就好了，你选哪个就演出来就好了，嗯，好不好，小所有都给你准备好了，跟着你自己的心，跟着你自己的心走，你别看我们，我们不会提示的，跟着你自己的心走，他如果边走路边跳舞疯了，他要想跳舞我就磕，感觉他想跳，他因为他会跳舞，他不会说要宝贝晚安吧，你看他跳舞了，你是这种人，丁儿，你从来没有做过这个事情，因为大部分会打篮球的男生都会这样，就是这样，对吧？就是中学的时候都会这样。想过来这道，第一个发现不对，开始跳舞了，这是动作，对，哦，这是他想要打第三个，走在路上突然跳舞，原来这是个舞蹈，跳舞啊。你随意吧，也不对，会，哎，用气泡音说个宝贝晚安，我听听看。No, 说不出口，说不了一点。好，一会儿我们告诉你我们选的逻辑是什么。没有逻辑，我以为都把我忘了。我们有逻辑，我怎么会？这四个你觉得哪个啊？你演起来最舒服吗？是不是开易拉罐吗？为啥呀？演不舒服吗？那另外三个多恶心啊！没关系啊，下面到来，让程程来。我以为都把我忘了呢。不会，依次来，依次来，是这样啊，程程来。一仔，不要让我失望。你觉得哪个动作最能够引起女生注意？第一个是走在路上突然无实物投篮，第二个是用气泡音说宝贝晚安，第三个是边走路边跳舞，第四个是单手开易拉罐。你觉得是哪个？直接演出来就行。对，用行动告诉我们。必须选一个，对，考验一下你跟小伙伴的默契。你不要让我失望。肯定不是突然单手投篮吧？这是子选择了你会让他引起注意的。你不能问，你不能问。哦，对呀，不能聊天儿。啊，不能聊天。你想一想，单手拉开易拉罐也。想一想你平时组里的行为。你在组里是不是每天都是气泡音说宝贝晚安？宝贝晚安，宝贝这宝贝晚安，那宝贝晚安。边走路边跳舞，边走路边跳舞，像他能干出来的事儿。你直接演吧，程程，你直接演吧。凭你的直觉来。What what what？ 准备，加油了！他来了。走，他原来是边走边跳舞。走，鼓起勇气。可以拉罐吗？他们并不知道答案，你不用听他们的反应。程程，为什么？为什么你其实第一个排除了这个答案，对不对？对。然后呢，为什么后来又做了这个动作呢？我感觉这好像是初中才做的。初中才做，我现在就看到好多人都在做这个。是真的假的？我感觉初中的时候，不是，比如说那男生想要……你在剧组有没有做过这个动作？没有，从来没有，对不对？没有。子叔，你在组里天天这样。我在组里天天这样。你可能不自知。是吗？对。好，看看你们的答案是选的是 A， 对不对？完了，他们选对了。好，投篮。好，你们选的是 D， 单手开心了。
这是杨迪给你选的。哇，这个做起来省事儿，没想到你不想。非常珍贵。杨迪觉得这个做起来最最简单，而且最不丢脸。结果你应该是走路跳舞哈，因为我都没有想要去欣赏女生，我就是觉得我平常会做什么而已。好，祝贺我们小紫队啊，这个爱要九九爱队赢得了这一分，非常珍贵。哇，好可怕的笑话。我是驾校的教练，有一天接到一个学员的电话，那个学员哭着对我说，教练，你的车卖吗？我到现在才发现我只会开你的车。什么？这个没听懂。不是，他只有教驾校的车其实好开，有的时候还真是。我云上的小店考那个摩托车证，就是只有那个驾校的车好开，都不灵，刹车啊什么启动都很慢。快跑！他不知道刹车，他不知道刹车。你在干什么？你要往哪里跑？你们千万离我远一点！我不会刹车，我不会刹车。太难开了，跟考的那个不是一个车，考的那个脚刹在这边，手刹在这边。我怕把那大娘尖叫的跑了都，我还在院子里，他们在那看热闹，结果我冲过去了。我不开了，后来就不开了，真不开了。当年是怎么笑出来的呀？这是哪一年的笑话？2017年。我有一个压箱底的笑话，但是我把箱子钥匙丢了。我要笑吧，已经讲完了是吗？吓人吧？很尴尬，四目对视，说不上来哪个更冷一点，不知道要不知道要怎么。最后一轮了，因为是寒假，我们也做了一个升级，现在是打雪仗版的丢手绢。我们的规则呢特别的简单，攻击方是选任意一组进行攻击，攻击方成功的坐回到被攻击方的座位就挑战记一分，但是如果被攻击方呢抓住了攻击方，那么被攻击方就记一分。请注意，我们的指定动作特别简单，就是蹦着前进。现在请各位拿好游泳圈套在自己的身上。我们下面换月桥和昭瑞，你们俩发球好不好？好，谢谢。我走了。紫队打黄队，就咱俩，不是他们就是咱们。我们队太惨了，我不应该在你们这边。就咱俩是开，是不是就他只能破咱俩？你们可以准备好了。破黄队是不是？对黄队嘛。选吧，这俩二选一。幸福二选一。反正你要是破他们，几率赢得大。啊。好的。哎，哇哇哇！迪哥准备了，加油！又上班了，迪哥。是兄弟吗？你们俩的行进路线呀？等一下，不是啊？你俩还能再明显点吗？你们俩要干嘛呀？你们俩要干嘛呀？快跑！他停下来摔跤了。慢点，还差一点，还差一点，坐下。点还差一点，坐下。逃脱成功。
单人版我们新的规则出现了，这回不用蹦了，是勇敢的往前走三步之后双手打开转一圈走三步转一圈，走三步转一圈，记住要绕场两圈回到被攻击者的位置才算成功。好，那么根据大家刚才提示的情况，我们建议首发阵容丁程鑫。对，刚弟弟保存了体力，由你来进攻。首先走三步转一圈，拿一个雪花池里拿一筐雪。哎哎，何必呢？过年了！哇塞，他这成色挺实诚。巨轩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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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已经。他巨轩不上了。来吧，小丁。我俩是一队的。他们一队的。我们是一队的。哦，对，我们是一队的。对啊，一队只能铺黄的，对。对啊，巨轩，巨轩。我刚还没休息过来，我跑了三圈。弟弟，那就只有我了呗？那我准备了啊。对的，哎，要从右手出发。跟各位说一下，要从右手出发。拖呀！别害怕。走三步，走三。一二三。走三步，转一圈。快跑！快跑！转一圈，一二三，转一圈，转一圈，一二三，一二三，转一圈，转一圈，一二，快跑，转一圈，还有一圈，还有一大圈啊，弟弟，转一圈，走三步，转一圈。慢点，慢点，慢点！快走三步！快走三步！好聪明！快点，走吧，快跑！哎，他边走边转，好聪明！他边走边转，好聪明！好，逃脱成功！好，逃脱成功！太厉害了！救我！太厉害！转晕了，这个好晕啊，怎么办啊？累坏了，累坏了，累！前面休息，前面休息，歇会儿，歇会儿，歇会儿！厉害，厉害，厉害！好，下面要发球的是杨迪，最后一棒。迪哥来吧，起床喽，加油，迪哥。我们人太少了，哎，那个碗在哪？那儿最后一个拿那个弄。我。最后一棒了。最后一棒铲了一坨狠的。你来都来了，来都该你了。巨轩嘛，巨轩，巨轩，加油！走走，快逮他 ，Dory！ 一。等等，转一圈，一转一圈，二三，转一圈，胜利在望，迪哥，迪哥跑起来像那个功夫里面的
我的爱情。站着站着，我的爱情。你扑的也太早了。快赢了快赢了，快加油加油加油，还有半圈。赢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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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很轻松。没事没事，也努力了努力了，太努力了太努力了。好，请休息休息，我们挑战已经结束了。这是真冰吗？不是，是啫喱。不是吗？是啫喱啊，它不是冰的，它就是滑。哦，好冰，这真的能蹦得动。哇，好好冰，好冰好冰啊。哇哇哇，好滑啊这个。在哪儿在哪儿在哪儿？对对对，你在那边。呜呜，哎，在哪儿写了？我在哪儿啊？我也在哪儿？在哪儿写了？上面我们有贴名字的。能站起来吗？哎我天哪，这是我的队友，他已经先摔了一个。我们在这儿好像。哎，但它不粘。哎，对，有点像。你看，啊，你就腾腾干净了，腾干腾一个地方。不是，咱俩不一定坐这儿，关键。你，但腾开就不滑了吗？还滑吗？你试一下，也滑。没有那么滑，很滑很滑，慢点啊！漂亮，这怎么这么滑？真的，真都很突然。这真好玩啊！这个。玩的真开心啊！这么滑。